韩国釜山纪章郡少年制集团日前来到安坑国小，与安坑国小管乐团进行跨国音乐交流，双边乐团都演奏了多首动人的乐曲，而两国学生也透过了音乐搭起台韩之间的友谊，并借此拓展国际视野。韩国釜山纪章郡的少年制集团日前来到台湾参访，并安排前往安坑国小与安坑国小管乐团进行跨国音乐交流活动。韩国釜山纪章郡的少年制集团特别带来了传统歌曲表演，独特的演奏风格让在场所有人都大开眼界。很开心有这样子国际教育交流的机会。那韩国七章的那个子弟团以及我们安坑管弦乐团，好进行音乐的交流。那孩子之间呢，可以彼此以音乐会友，那也用简短的那个英语呢，好来做祝福。那孩子们感觉呢，非常的新鲜有趣。安坑国小管乐团也演奏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曲目，悠扬乐音回荡穿堂，让气氛相当欢乐。安坑国小校长陈玉芳表示，这次的交流让孩子们有机会借由音乐搭起了台韩之间的友谊，也拓展了国际视野，更有国际观，以及呢，对于这样子韩国当地的一些音乐呢，也更有接触跟了解。音乐无国界，即使两国的学生语言上不相通，不过透过音乐也让他们之间的情感没有隔阂。记者陈明、张明琪，新店采访报道。